suona, tieni su per te, Guarda la Rascal, tieni la da me. 我建议你们去参考一下五月天啊，还是飞轮海这种类型的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，哥哥回来了。哥哥哟，翻嚟啦！哎呦 ，KL 嘅比赛点啊？白色衫不会死咩？你可以这样，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叫我 boy boy， 可以。你要找的人现在在一个叫做 Kampong Car 的地方卖烧腊，隐姓卖名。是来自台湾的冠军歌王高中锋先生，吴萨达，有本事你就给我站出来！30年前，一个来自香港的爵士高手，在我面前夺走了冠军。这不，我们是来踢馆的。冠军歌王自定挑战赛，4天后见。你要请神爸爸，现在为了买这把吉他送给你，进医院了嘞。20年，爸爸就是每天一个人在打扫这个房间，每天搞烧腊。杨幂，他一直向你隐瞒他以前的风光事迹，就是不希望你知道过后像他现在这样，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你也不敢啦。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但你一直要大家认同你的音乐。放下吉他，立地成佛。欢迎大家见证今天的比赛，终于看到两位实力伯仲的高手。嗱，后生仔，啊，摇滚呢样嘢咧，唔系话靠听埋啲事情就可以真正了解嘅，最紧用你嘅心去感受。切吧，总有一天呐，一定会有人明白我们的音乐。